曾和一生不改变，曾为爱你去心存，你肯生一切走远，一生某日重见，曾有哭泣的闪事，承诺我会胆这天，可惜世界太多欺骗，是注定无法改变。我可以为你等死，你知不知道？对爱的信仰是一辈子信仰，绝不会间断。就算牵不到你的手，我也无憾。就让我祝福你一切无恙。就算牵不到你的手，我也无憾，就让我祝福你一切无恙。不愿了，看到了，在风起的云端，你是我梦。一首《折翼的天使》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，希望大家有梦一定向前行，谢谢。我的心跟着舞动，你的眼神曾经吸引着我，幻想能有一个梦。这是什么样的歌，不由自主想要舞动，从今放弃想你的那些梦，做个有个新的我。虽然从来不曾注意过我，你忽冷又忽热，我要忘掉一切到另外的时刻。这种节奏我已等待好久好久，我不要再为你等候，我要有个新的舞动。是你是你是你，无情的目光灼伤了我的心。是你就知道是谁了，很简单呐。首先我们欢迎陈氏，恭喜你今天票数最高啊。来第二位王瑟，恭喜你今天票数第二，怎么那么差，你今天票数第二。来艾莲，你今天票数第三，怎么这样嘞。来天一，恭喜恭喜，那你票数第四，怎么这么巧啊，真的、啊、你们自己看，没有骗吗，啥意思啊。慧莎，慧莎上来，没事，
一样开心的歌，因为他你给他放那个歌，我听起来我都不想讲，他应该不会哭的。惠山没有入围，但是惠山是我们的歌唱老师，我们接下来还是给他，未来还是要给他。对啊，没有什么伤感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教唱的时候你一定要加入，一定要教我们所有的朋友怎么学做做牛做马。好的，就是学做狗狗叫猪叫什么都要来，好不好？真的哦。好的，真的，蛮喜欢你，哎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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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大家再见再见再见。哇，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很好的感情的啊，拜拜啊。这里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到此结束。圣诞节二十五号，我答应你们要唱《我想有个家》，你们会不会来？二十五号会不会来？给我说来，会来的人告诉我会。我们再次谢谢全榜上的人，好不好？最后再谢一下榜上的人，然后我们就拜拜，好不好？